电商我就认为是一个模式的变化，也可以说增加了一个，就是随着社会的这个发展，这个人类的这个文明的这个科技的这种变化，它增加了一个新的一种销售方式，绝对不能谁替代谁，都是不可能的。这个模式只是说我们多了一种，比如说我们很简单，你比如现在买这个茶杯，可能我在网上我就可以采购了，对吧？但是我可能有时间我要去欣赏，那我渠道里面这个门店是不可能关闭的，那所以必须要有的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两者并存的模式，谁也不能替代谁。格力有布局电商吗？现在还没有，什么时候到需要的时候我肯定就有。什么前提是需要的前提呢？消费者需要的时候就是我现在就需要。我觉得还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空调它跟很多，就像我们现在这个门店的话，它有个最大好，比如说无论你是个体用单位用，那你到了这个专卖店里，它可以做系统设计，那你在网上是做不了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呢，空调呢有个很大的问题，它不像一个茶杯一个冰箱，我买回去电源一插就可以。空调它有后续的安装啊，服务啊，等等啊，它是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队伍。那么电商这一块，大家看见说有人在错误的在讲电商比这个渠道好像成本低，其实成本并不低，因为它大量的要囤积仓库，要堆积产品，然后它有配送，这配送的队伍非常大的一帮人，对吧？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在概念上只能讲便利了消费者的服务方式，但是并不是成本是绝对的和门点的这个成本说低，我还不完全认可这个观点。